谢谢无量光台南合唱团的献唱。接下来，无上师在家弟子要以笛子及法屋为师父献奏两首曲子。第一首，我们听笛子曲《月亮的心》。 掌声鼓励。接下来，要以法屋为您独奏一首曲子。 掌声鼓励。继续，我们请无上师的在家及出家弟子联合组成的古筝乐团弹奏两首曲子《祈祷及阿弥陀佛赞》，仅献给最敬爱的师父，请掌声鼓励。 古筝乐团要演奏的是《阿弥陀佛赞》。
以最热烈的掌声。献花，请无上师在家弟子徐师兄代表献花。献果，请无上师在家弟子陈师兄代表献果。站好，站好。换了一点气氛嘛，自然就好啊。弟子修行心得报告，首先请师父印心三年的吕师兄为我们报告他的修行心得。吕师兄，请。师父，各位大德，大家好。在学校里读了16年的书，毕业后带着一颗雄心和壮志，完完全全地投入了世俗的名利。从零开始，心中怀着爱表加爱牙的人生观，奋斗了10年，终于得到了世俗所说的理想，那就是五子登科，也就是妻子、儿子、金子、房子、车子，什么都有了。但是内心还是感觉十分的空虚啊，好像人生的目的啊并不是这样子而已啊。正在彷徨的时候，遇见了一位会神通的朋友，他可以知道您心中所想的，也可以知道您的过去和未来。他为了让我相信他，常常在表演神通给我看。刚刚开始还蛮准的，后来渐渐地发现一半不准，真正还算准的也只有一半而已啊，就好像是猜谜一样。后来我更发觉他所以越来越不灵，是因为身口意不够干净的原因，只是乱修不小心开了智慧眼。没有名师的指导，所以到后来几乎忘了自己是谁啊。在遇见师父以前，我曾暗暗地祈求，若有谁可以说服我，我便相信他的信仰，不管他是属于什么宗教。但是一直就是没有机会找到，他们总是没有办法让我心服口服，他们的说法总是漏洞百出，让我没办法完全相信他。一直到有一天，我看了即刻开悟之药，我深深地被吸引了。我并不是被表面的文章所吸引，而是文章里头精深的道理。师父运用日常生活简单的比喻和各种不同的说法，只是为了让你了解一个道理，而且是那么圆满，那么没有漏洞，真令我拍案叫绝。像我那么好辩论的人，而且常常自以为组织能力和归纳能力都是第一流的人，居然也找不出一点点的破绽，对师父的智慧我赞叹，我真正的幸福。
当看完为什么要素食那篇时，恍然大悟，当天开始发心吃常素，再也不敢吃肉，也方才明白孔子所说的肉食者鄙那句话真正的含义。又当看完了阿修罗众生世界那一篇时，终于完全明白在印心前一年所听到的看到的神通和以前所想了解的那种怪力乱神的故事也不过是如此这般而已。心中种种的疑惑都在书中得到解答，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没有丝毫疑问，好像书中所说的道理在好久以前我就已经明白了，今天才突然回想起来。想到这里心中豁然开朗，我当下决心要守五戒跟师父印心。印心当天果然如师父所说的，传法时不说一字，以心传心，能立刻开眼根耳根。当印心开始才闭上眼睛打坐时，却听到有一些音乐悠扬而起，有些还很陌生，当时还以为是典礼开始的奏乐仪式。结束后我还特地查看现场有哪些乐器，但是奇怪，怎么一个乐器也没有啊。再往后许多次印心的时候都证明了那是内在的声音发自本性，那种美妙舒服能给我们法喜充满的感觉。法华经普门品说到，梵音海潮音胜比世间音，那是真正的胜比世间音啊。见到了佛光和佛音以后，我努力地照师父所教导的方法修行，那些不可思议的体验便接二连三的到来，不论生活上的内在的，总之师父说什么就有什么，只是我们是否肯努力去修罢了。因为那一些都是师父加持所得来的啊，我们只是每天把自己肉身这个工具擦亮好利用它而已。以前我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为的只是养家活口，现在我越努力修行打坐，养家的工作只需花上过去一半的时间就 OK 了。越修行工作越明白，工作越没差错，工作时间也越少，但反而越有时间修行，这样良性循环让人越来越自在。诸位大德，在自己每天世俗的生活里多加进去一分超世俗的灵性生活，利益自己也利益别人。进入修行的生活，尤其是修观音法门，保证你不会亏本。祝各位法喜充满，谢谢。谢谢吕师兄的报告。接下来我们再请另一位印心六个月在教育界服务多年的林师姐为我们报告修行心得。林师姐请。亲爱的师父，各位大德，在这样一个爱丽无边慈光普照的晚上，我们多么幸运在这儿一同分沾师父的荣光跟师父的福报。昨天有一位大德提出这样的问题，他问师父，为什么你的徒弟对你的信心是那样的坚强？师父的答案是，因为他们都有亲身体验。现在让我用短短的时间告诉您，师父的力量是怎么找到我的。去年秋天，一个开车的师兄默默地传来了师父的消息，他送我一本《即刻开悟之要》第二册这本书。
师父的书啊，像一把刷子，他刷遍了我全身的毛细孔，这边那边前面后面里面外面，反正我也说不出来。他所有的话都是我等待已久，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常常在心中浮现的说不出来的不确定的东西，在师父的书里一一有了清晰的指引，他们像是敲锣打鼓一样的敲击我的心灵，心中所有的茫然、忧愁、怀疑、不满、自怨和自苦全都得到了释放。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印心，但是师父的力量已经开始跟我沟通。在梦境里，我看见师父非常光彩，很漂亮，满脸笑容。诸位大德，师父不是人。他能够千百亿化身，印心之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师父化身的陪伴和保护，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常常利用中午的时间打坐，一个礼拜有一天学生是留在学校里的，那么他们睡午觉的时候我就打坐，那么身边放了一台录音机，轻轻地放出师父的佛赞。有一天中午突然师父的声音跟着录音机的声音唱将起来，等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学生一个个跑来问我说，老师你怎么睡午觉也在唱歌啊？我就问他们说，你肯定不是录音机里发出来的声音吗？他说肯定啊肯定啊，除了录音机以外还有另外的声音，不是你是谁呢？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学生，他是我教书20多年来最头疼的学生。我现在非常相信轮回这件事，如果这是轮回的话，我想他过去可能是一个大偷窃犯。为什么呢？他什么都偷，文具、金钱、书籍、衣服，所有看到的都偷。现在偷罚了，回头又再偷。有一次处罚重了，他哀求地告诉我，老师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可是我也忍不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有的法宝都使用尽了，我没有其他的办法。这个是我突然灵机一动，非常生气也气累了，我就把他抓过来推到录音机旁边，然后耳塞子一塞，是师父的录音带一开，罚站两节课80分钟，自动回带。结果呢，这个学生第二天他请假，他爸爸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小孩头疼。我好怕，我在心里就一直求师父，他说师父师父不要他，他不要有事才好。说第三天他来了，奇怪，他的表情变了，他不再像那样子拗，而且不再偷东西。经历一个多月，他的情况好转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力量。印心之后随时都能够感受到化身师父的陪伴和秘密跟师父沟通的那种乐趣。其实只要非常诚心，师父什么都管。有一次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等黄灯要转绿的时候，我突然从左边听到哒哒，好像石头敲击的声音。我确定左右都没有人，回头一看，我的长长的围巾只剩一小段披在我的右肩上，其他的长长一大段落在地上。假如我再向前跨步的话，整个围巾就会落在地上。这个时候我轻轻地笑起来，我会意，为什么？我知道师父告诉我，我的围巾要掉下来了。我轻轻对师父说，师父谢谢你，你好顽皮。修行打坐对身心的改变非常非常大，把注意力集中在智慧眼，很多白天的问题它会整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整个人变得很敏锐。以前是耳朵听声音，现在声音好像是全身都在听的，那种声音是撞击你整个的人，你的皮肤、你的肉、你的血管，我也搞不清楚。尤其是听到敲东西的时候，那种声音不只是送到你的耳朵，好像它也送到头皮、送到心脏、送到连脚底下，都觉得感觉到有一种震动的感觉。
我也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师父请你等一下开示。这真是天方夜谭，但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像这样神奇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同修的经验里头真是举不胜举。但是我仍然要说，神奇不可思议并不是修行的本意，而是修行自然的产物而已。让我收获最大的还是在另外一面，虽然我修行只有六个月，却由师父那儿得到全新的人生的态度，那就是认真地审视自己的生命，圆融地尽自己应该尽到的责任。师父教我要像医生面对病理切片那样的忠实和客观，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才能真正地掌握生命的价值所在，而不是从生活里头逃避。说得更清楚一点，师父是在引导我们把眼光调整方向，思考的角度改变方向。人有无限的潜能，以前我们多半是向外求，现在他教我们向自己里面内在的最大的那个力量去求，如此而已。否则一切都会被情绪所左右，贪嗔痴就是这样来的。这些情绪不断地纠缠在意念的层次里，变成一条强有力的锁链，非常厉害地捆绑我们生生世世轮回，永不解脱。师父说，观音法门的最高境界是一片爱海，在那儿不需要名字，但是彼此了解，这种同一体的感受在共修的时候体验得更真切。在那儿不孤单，很安全，每次我都能够感受到新的力量注入全身，面对生活的时候勇气百倍。印心之后，我们跟师父同一体，不管是师父骂什么人，我觉得其实我那个地方也是有病的，只要有人痒啊，师父的大手一抓，我们就全部一起痛快。像这样一起哭一起笑的情景啊，在共修的录音带里经常出现，也就难怪一般不了解的人就会说，师父的徒弟都是一群走火入魔的人。师父说，修行不仅能够利益自己，更能利益别人。那么整个的世界修行人多了，不好的气氛自然就会消除干净。师父说，他是邮差带来佛界的信息，要把王位还给我们。各位大德，我们是失落的国王啊。我非常相信他的话，我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仅仅是他带来的信息对我的生命起了很大的作用。今生今世我绝不会放开，仅仅虽然抓住的只是师父的小小一角，我要跟随师父回到那长久以来非常思念的老家。就在今夜，各位大德，请你敞开心灵，留心师父给你的信息，那儿将有你的王冠的下落。祝各位法喜充满，谢谢。来，我们请各位来宾、各位大德以最热烈的掌声恭请上清下海无上师为我们开示。多谢。希望各位了解，你们鼓掌是什么意思？鼓掌不是欢迎这个人呢，就欢迎你们自己的智慧。今天能够突破自己的，太大声不行，自己的匆忙的时间和那个很多习惯的成见，
来到这。